师们上学校，气球僵尸睡觉，手机铃声吵闹，同时有来一只海盗，大波僵尸美貌，蜂窝它很暴躁，气球僵尸花光积蓄换来钻戒闪耀，大家接到暗号，发现大事不妙，好端端的陈年好酒变成一大桶尿，路障僵尸太道带领小兵咆哮，终于雨过天晴，出现一道彩虹微笑，兄弟追逐打闹，投入大树怀抱，准备一份豪华大礼，开了一个玩笑，这题有点深奥，老师要死翘翘，全班同学不知所措，头顶充满问号，不如赶快跑掉，免得臭气围绕，是谁又在目中无人课堂上面放炮，更多精彩爆料，手游酷玩制造三连我还想要，我们下期再唠。